那这一次呢，这个凡纳比台风的强风豪雨重创了高雄县市，多处行政区淹水了。我们来统计一下，目前的淹水行政区包括高雄市呢，淹水有四处，是三民区、古山区、左营区、南子区。而高雄县的部分包括了弥陀乡、大社乡、桥头乡、紫关乡、冈山镇、仁武乡、阿莲乡、永安乡、美浓镇等等。而屏东市的部分是屏东市的建丰路。而屏东县的部分呢，目前共计有林边乡、嘉东乡、内埔乡、长治乡、万峦乡、林洛乡、芳寮乡、万丹乡、盐埔乡、九如乡、高树乡等等，已经出现了淹水的状况。